是平常讲，这是蔡老师最大的悟道收获。真的，人哦，我是从小哦就这样念头，在挖煤矿的时候，哦认识了欧力尚，你看我可以去养他小孩，两个小孩在国中毕业，而我才一个十几岁小孩子，你十几岁小孩子有这样的善心，布施也好，去行善也好，帮助别人哈、哦，说真的啦，真的不容易。无形中哦，那欧巴桑、欧力尚也会保佑你哦。对啊，这事实呢。你看后来发生灾变的时候，我是逃过一劫啊。哦、所以、哦、大家不管相不相信，总是要相信。跟我相处了五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对、哦、我们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所有的起心动念，其实天理自招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很清楚的。不是不报，只是时间未到。这句话是真的。现在好像都报得挺快的。末法时期都现世报呀、哎，不会等到来世。好、哦，一个因就一个果。你看最近我们看到选举也是啊，哦，胡搞乱搞哦，然后结果现世报，马上报应。你有想有没有想到，哦，会输得这么惨？哎，我们本来哈、哦、在之前，当然对台湾这样的政府啊哈，其实非常非常的难过又生气，好、哦，然后我们大家也在讨论啊，就是哎，反正就会觉得，如果真的这样哈、哦，那就。像台北市啊，真的、我们就不要住在台北市啊，好、哦，要搬到大陆去住啊之类的。我是说，结果你看大陆也是限制报啊，结果、啊、一个封城封到这样子，我们还真是赞叹我们台湾人民还挺有智慧的耶，哈、嗯啊，挺有福报，不是挺有智慧，好、啊，挺有福报，福报而且、哎、这次不管说从。北到南就整个那个状况，你都会觉得，哎，怎么可能嘛？哈，这个翻转这样么离谱？对，就是说，人民，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在这三年疫情不好的情况，还真是很不好。你要不要相信？就是因为很不好，不是嘛？你看到过得不好啊？那你又看到你看到在那边乱喊乱叫，论文要封三十年。哦，封锁三十年，那个疫苗那个采购案金额要封锁三十年啊、哦，然后什么都封啊、哦，好奇怪、啊。那米杰很奇怪，还有那个弊案哦，那个棒球场3亿5千万追加到12亿哦，那钱到哪里去、啊？他就是用前瞻预算，哦、比如说8000都不用经过审查，哎，对，因为没过审，很糟糕、欸，直接拨给他、哦、去使用哦，那。到底这些如果真的追踪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不晓得多少人要去坐牢。而且疫苗也有8000亿的预算，对、哦，就是说整个疫情，那好，那很多那你想想看，那个小吃店我们都领不到现金，小吃店可以去标几十亿的，哎，怎么可能嘛？哎，对对 对, 对，那你像这个讲起来哈、哦，真的是会让真的非常像我们这么战战兢兢，好这个。要经营基金会哈，又是走在前面的，我们又没有财团的 support。那你知道，因为这几年景气非常不好，很多人的在不同的领域行业收入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那我们更是，我们如果没有这样打电话哈，没有看到我们的好朋友，然后这样子有赠品哈，然后来做这个捐款送赠品，这样一通一通电话这样拨。一天哦，小额捐款一天下来是2000元。2000元的概念是什么？比如说有人捐300，有人捐200，有人捐300，这样就一天下来2000元。好，那我们也有一些朋友，这个像好旅行社不能开，好像然后这个陈董他公司做保险，然后他的客户就是旅行社，那旅行社就都没有生意，那他等于就要非常。苦守经营，而且要很辛苦很辛苦，完全没有收入，要撑3年。那试问我们国家，那在发这个防疫的钱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消费券也是要印券啊？你怎么不多发一点现金给我们？你知道那个老百姓会不会生气？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嘛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。会生气。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如果这个德性，那底下也不会好到哪去啊。这实在话，那你想想看哦，历届的选败的话，都是行政院长辞职，
你看那个凶神恶煞哦，然后练的位置哦不动，要继续努力，继续打拼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看着最后的一幕，你就知道哦，人的贪恋哦，不管贪什么，贪财也好，贪权力也好，都是贪哦，都没有愧心，没有那个愧对，或是说羞耻心都没有。那你想想，这样的社会怎么会进步了、啊？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善良的人出现？所以这是我很赞叹说，从南到北哈、哦，对，然后真的老百姓反了，老百姓的自觉，哦，自觉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那台南那个一枝独秀的一个人这样打拼哦，然后你看看竟然只差了几万票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差五趴不到，五趴不到，真的伟大嘞，真的很厉害。为了翻转，然后台南那个88乡哦，竟然呢一天没有答案，当天就封锁消息，对，然后也不抓，也不破案，什么都不，因为破案就完蛋了，就很奇怪，你破案可能就影响到选举，影响到选举，对，因为那一定幕后绝对有黑道嘛。要不然怎么可能？而且又没有任何的新闻，有新闻性。